其实我们的关心，总统马英九今天是接近日本交流协会会长，马总统对台湾日本签署投资协议是表达肯定，也希望台湾日本透过两岸已经签署的 ECFA 共同开发大陆的市场，这样对双方都有利。二十二号，台日正式签署投资协议。这个是总统马英九接近日本交流协会会长大桥光夫，肯定台日积极协商之后，最后将有正式签署台日投资的保障。那我们中华民国的企业跟日本的企业，除了推动彼此的交流之外，也可以运用这个 ECFA 来共同开发大陆的市场，促成各方面都能够获利的情况。马总统强调，上任以来，从2009年定这是台日特别朋友的关系年，特别加强台日双边关系。台湾发生九二一大地震，甲八八洪灾，日本嘛斗三工，所以日本受到311大地震的时阵，台湾嘛尽量甲因斗三工。中华民国跟日本啊，在1972年断交之后，所签订的一个很重要的、高品质的，而且范围广泛的这个投资的协议，对于两国的经济双方的投资呢，都会有极为重要的作用。马总统表示，上任之后，台日双方的活动真密切，完成了台日打工度假的计划。台湾人上爱去的北海道设立札幌的办事处，帮助处理台湾旅客的代志。随着上山雾电机场的对飞，参日本运来两只保育类动物，等等好和台湾。伊讲，台日关系是愈来愈密切，嘛透过投资协议加强关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